新浪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Nine Percent。没关系，从子毅朋友开始。啊？爱闹腾的还是爱闹腾？闹腾对，不好意思，必须是范丞丞。我觉得程程其实以前挺皮的，但是他现在真的长大了，我发现他最近跟他相处的时候，我发现觉得他真的，跟他相处的时候，对，我跟程程相处的时候，他真的跟以前可能还没学的时候才会集体忘。听说 Justin 最近拜师了，哎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他拜了个师傅。对啊，我就吃鸡的师傅。没有，搞笑。哎，但是你这个正好，那你们这个辈分，因为是不是迪哥是娜姐的徒弟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结果你是杨迪哥的徒弟，然后坤是娜姐的不是徒弟吗？所以我就是，所以我是 Justin 的师兄，师兄，对，师兄。不对，师叔，师叔，哎呀，哎，咔咔整的厉害的，这个辈儿没办法，差出来了，一不小心，这个辈儿没办法。其实家庭派之前没有考虑到会跨坤这一层师叔的，没有考虑到，要是考虑到的话，那我，考虑到你也得，考虑到就直接先拜坤坤为师。几点起床？昨天我们见面会之后，立马又去舞蹈教室。我们早上是6点钟左右起床的，然后一直练到晚上，其实就持续的练，就感觉就其实几乎放弃掉所有的休息时间嘛，为了这个舞台，而且还瘦，大家都瘦了很多。长得有啊，有瘦有瘦，还有在健身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就是在健身。像彩排完的视频一定会发到群里，大家回去晚上会温习。然后，比方有成员录完了歌，那会跟大家交流一下，另外的成员还剩下的部分，这样去交流一下。现在还不能唱。哎哎哎哎 ，repeat me， 哎哎，对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私底下有付出很多的时间在这张专辑里面，包括我们在选曲和创作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想法，从甚至 MV 的场景在 MV 里面的表达，所以其实确实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准备。那其实也是因为希望能够一次性带给大家是好的作品嘛。因为我觉得，与其说着急的去马上的去发一些东西的话，还不如说慢工出细活。其实，飞在快乐水上次那个一星哥 PD 他才否了吧？否了。给你否了，给你否了，给你否了，这个比较前一阵子的，给你否了。我们最近都有在用啊。我觉得最，我觉得与其说去关注外界太多的这样的声音也好啊什么的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做好自己的作品。像我们现在不但有自己的一些单曲啊，自己的一些作品以外，现在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团体的专辑，其实这就是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，就是我们想要去做得更好的一种方式，对。